了再见。洪三爷发现只有会晓代志念咒，才会当解脱于遭粪铁的英雄联手封魔。咱来去烧酒，互先来斗阵，来找找英雄咯！较紧来讲台语，较紧来讲台语，较紧来讲台语，组一个战队，嘿，来讲台语哦！在呀、啊，哦，你咧只看册哦，哎呦，这桌顶哪会有水？啊！你是把水车搬倒啊？吼，不是啦，碰风老师啊，你看这嘛足好食的呢。什么物件足好食的？你看这樱花虾炒高丽菜啊。哦，安尼讲这水，袂是你的嘴烂水吧？歹势啦，我稍待会把七号清去。吼、哦，我讲李阿尊讲你想要学煮菜呢。原来你干那想要吃呢？当然想要吃啊！要唔讲吼，迄煮菜嘛干那真趣味哦。这煮菜呢，爱买菜，还佫有备料，同尾啊，佫爱洗碗，是袂使食煞，拍拍屁股就走人哦。安尼我看也是算啦。嘿，这么简单，这么紧就放弃。我阁想要介绍一位家厨妈妈，予你熟悉哩。哈？家厨妈妈？我也无听过这个职业呢。安尼，伊煮物件足好食吗？当然的咯。安尼，我想要熟悉伊。安尼好，看我五行八卦书，走江湖。最高人。碰碰老师，今日爱我来找一个所在，遐毋是餐厅。也无中央厨房甲中破西，只有一顶退休的邻居妈妈在厝的灶骹煮的健康天然好滋味，予人客食到妈妈做的菜。方老师讲吼，迄种叫做家厨妈妈啦，我上爱食各种的肉，啊无我来顺这个肉的味来找看卖，看我鼻仔厉害，啊，你吃啦！吼、哦，阿弟啊，你来哦。哦、我是灶神的郑妈妈啦，啊，你叫我阿妈就好啊啦。今麦要来去菜市啊，吼、哦，今仔日有人甲阮订餐，阴暗的，阮有三项菜哦，吼、哦，我带你来去。好啊，安尼咱去菜市啊买菜。哇，这个菜市啊真闹热的呢，足侪人咧买菜，甲买好食的物件。阿嬤剛才有說啊，要買最新的食材，就要來傳統的市場就對了啦。阿弟啊，阿嬤帶你來洗菜市場喔，要買菜。好，買什麼菜？硬菜。硬菜。好，我要三百。阿妈买好啊，咱来去试看看。好，行。啊，青菜买完了后，啊，剩落来咱要买啥？是要买肉，还是买海产？哇，这带鱼啊，有够多种，大尾够青呢。阿妈有讲，迄鱼啊，若爱金而金的目睭金金，啊，鱼鳃的部分吼，爱红红才会好吃啦。大尾食黑鳞炒蛋吼，阿妈买这吼黑鳞吼，这大尾这青的哦，吼，这鞋啊，这看这头。
身躯摸起来莫软软，安尼，这就是青叶。好，阿妈见几回啊？哈。好。阿妈，才来买果子哦，正着时的果子啊，你要食啥？有苹果哦，有芭乐，哈，有山仔，哈，嘛有番瓜，嘛有火龙果，啊，嘛有水果果哦。啊，你看。我是要食金蕉。哦，你要食金蕉哦。对。哦，好。安尼有够无？有够啊！好，安尼来等。好，安尼来等哦。好。哇，这菜市啊，够好耍的呢！有卖菜、卖肉、啊卖鱼啊，啊，搁有卖果子。这热的天，再啉一杯凉凉的饮料，啊，真正是透心。金针来呀呢，哦，有蕹菜，有蒜头，还有豆干、肉丝、鸡啊，哦，嘿，水热水拢要流落来呀，啊，了啊，吼，较早也唔知有啥物通好食吼，啊，拄啊，你若想要食啥，吼，要尝啥，阿嬷就搁甲你尝。我爱食肉，阿嬷你来帮我尝肉哦。啊，拄啊，袂使专食肉，爱食青菜。吃鱼吃肉嘛爱菜夹，哦，吃鱼吃肉嘛爱菜夹，哎，这骨这趣味的呢。阿妈阿舅妈菜切好啊，兄，菜切好啊，啊刷落来嘞，刷落来，咱要来切豆干炒肉丝，哇，豆干炒肉丝，啊，咱的肉丝爱先生过，拄啊，甲阿妈摕一下豆油好不好？哇，豆油来了，阿妈甲你夹吼，嘿。咱这肉吼，爱嫩就是爱先掺一点仔水吼，吼啊搅搅的，啊再来掺豆油，啊较会香。掺糖、掺水、掺豆油，嘿，安尼我阿弟啊学起来啦。学起来吼。阿嬷讲，炒菜的油唔通倒伤济，上好是用植物油，安尼炒起来的菜吃起来较会健康，对身体较无负担。哦，我的嘴热水都要流落来呀！腌米就好啊，腌米就好啊，哈。阿妈要炒迄个哦，虾仁给你吃哦，哈，两炒虾仁，头伫遮吼，好，头伫遮，吼，安尼转者，转者，吼，啊中安尼，啊尾溜安尼转者，伊就起来啊，啊中啊真牛哦，好。你有听到无？有啊，有啊。迄林差人啊，今仔日来到这，找到郑阿嬷，带因去市场买菜，去厝里走脚，看因哪煮菜，哪里啊细细念啦，都莫食伤咸，莫食伤油，外口的味素爱食较少的。阿嬷讲，即卖人吼，做工课足无闲的，我都家己煮来食。所以家厨妈妈不是卖你一份餐哦，是希望提供天然、健康又个环保观念的便当啦，予这阵退休的妈妈照顾咱后一代胃较鲜。哦，我的巴肚就枵的，快饿扁了。师傅叫我来提便当，讲什么便当已经订好啊？哎呦！面头前有一个人在送便当哦，送菜饭哦，送菜饭哦，哦，有够水的水，哪有一个小姑娘生做这么水？那卖书一粒鸡卵摕来，甲写五字水，东西南北水，中国一日水，水到是死一个人，也是水的水。小姑娘啊，哇，你是不是要来送斋饭？是啊。哎呦，啊，你送斋饭，哪会两手空空？那是要吃好，就得我来。透早来去洗菜市，菜市大行拢总有，有菜有肉，搁有鱼，嘛有芭乐加荔枝。阿母问我爱吃啥，爱吃豆干炒肉丝，搁有芹菜炒花枝，赶紧回去煮料理。
透早来去洗菜市，菜市大行拢总有，有菜有肉，搁有鱼，嘛有芭乐加荔枝。阿母问我爱食啥，爱食豆干炒肉丝，搁有芹菜炒花枝，大家食甲笑眯眯。哇，要煮饭给大家吃的工作，原来是这样哦，也是很辛苦呢。这样你知道说不能吐舌了哦？我知道，那吃不完的东西都给我吃吧。嘿，我看你根本就是塞吃了。好了，来，咱来练习一下今天所教的台语吧。没问题。风风跟你讲，台语一定通。菜市啊，菜市啊，煮食，煮食，应菜，应菜，豆干，豆干，果子。规矩，钓食，钓食，休困一下，马上就要挑战魔王哦。欢迎各位小战士，加入今仔日的台语战队。来，请恁大家先来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王建妮，我上爱看册。我是女孩子，我上爱画图。我是郭德义，我上爱拍电动。我是臭蛙星，我上爱拍球。哇，今仔日的小战术感觉拢足够的哦！看起来这场比赛魔王一定会惨败在小战术之下啦。各位小战士，我彭峰老师看恁的实力是十分的来坚强，所以呢，咱一定要保持这个气势哦。来，今仔日呢，我彭峰老师同款邀请到咱台语一叠一灭老师来到现场。来，咱今日来邀请咱的刘明新老师。各位囡仔兄、囡仔姐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明新老师。人讲坐火车会当看风景，坐船会当看海景，啊那坐牛车咧会当望人影，啊那今日去来到这，当然就要看台顶，看什么人会当打败魔王摕头顶。各位台语小战士，大家加油！哈哈哈！咱的老师讲话真是趣味啦吼！来，各位小战士加油！那要打败魔王呢，咱就来看卖今仔日的规则说明。剑士联手挑战赛，时间限制三分钟。剑士答案正确，魔王减血；答案唔对，剑士减血。血中无的就出局。剑士联手先让魔王无血，就算挑战成功。
马小镇说，咱已经准备好势啊，会当调换片的英雄无？就看小镇叔了。小镇叔，大家加油啊！破关除魔就在此时啊！第一舰队准备开战。好，咱的魔王挑战已经开始了。在呀，来，咱来看卖今仔日的小剑术吼。咱先看第一号小剑术王杰尼，啊，伊是伫我国小六年的学生哦。哦，伊从爱跟妈妈去菜市啊，而且吼上爱啉迄金龟卵汤啦。哦，那讲到食的，咱的在呀，佫开始有精神啦吼。对啊。嗯，咱过来看第二号的小剑术哦，杨佑慈。哇，伊这是骊山国小三年啊的学生哦。吼，伊足厉害呢。迄阿祖身体无爽快，伊过来吼用台语甲阿祖讲，爱食饭才有气力呢。哇哈，这个李浩小剑术真正是有孝心呐吼。有够有效的。来，过来咱看第三号小剑术郭泽义。哇，这个是秋拿山多国小四年啊的学生哦。伊嘛是厉害呢，爱食迄炒菠萝菜，啊，不过上讨厌，甲我同款，无爱食苦瓜。在呀，啊，你唔是食的拢好，啊，有迄无爱食的物件。苦瓜苦苦无好食。好啦好啦，咱做囡仔人吼，袂使挑食，咱袂使精食吼。好啦，过来，咱看第四号小剑术蔡婉欣，是闽湖国小四年的学生哦。这个嘛真厉害嘞，胖胖老师啊，怎么说你看，一连烧酸吼，中两题啊嘞。咱咧答题的时阵一定要注意吼，题目看详细，不能来看看是。怎么讲？要生气啊啦！哦，魔王要生气啊，对。咱小剑术要注意哦，咱魔王会生气，生气会发动攻击。啊，咱若是受到魔王的攻击了后呢，咱的血就会来减哦。而且啊，迄、那个三号伊的血，敢那剩足少的呢。咱一个人有八个这个血量，吼、哦，你若是和魔王攻击，就会减一个。哎呦，咱的魔王已经来发动攻击哦。咱的时间只剩四十秒钟，吼、哦，只剩四十秒钟的时间，哦，咱的小剑术要注意咱的时间哦。哦，赢！终于，咱的小剑术赢了。耶，赢赢！我要来去吃物件，也唔过我要吃苦瓜哦。你囡仔人哪会使挑食哈、啊？啊，碰王老师，什么挑食？这台语节目呢？挑食的台语要哪讲？这，咱也是请咱台语老师来甲咱解说一下。老师，请。什么叫做挑食？挑食哈，你就会营养不良，对不？营养不均衡。咱台语有一个词叫做惊蛰。好啊，惊蛰的囡仔吼，拢较饲袂起心啦，吼，咱拢会安尼讲。啊，有一句俗语，就是你形容这哦，讲吼，咱袂当惊蛰，爱安怎？食鱼食肉，也着菜夹，迄、那个夹就是搭配。你食足侪鱼啊，食足侪肉，你嘛爱用菜色来互相搭配，吼、哦，叫做菜夹。啊，另外吼、哦，伫这个题目内底，咱阁有讲，食人一斤，行人四两；食人一斤，一斤几两？十六两，对不？啊，你嘛爱行人四两，表示讲咱爱尽一寡人情。爱报答别人对咱的恩情，啊，佮有一句话吼，讲食好到小报啦。过去吼办桌的人，迄、那个总铺师办桌那足好足牛的，技术足好的，做的菜真好食。安尼安怎？一个报一个，就叫做食好到小报。啊，佮一句俗语吼，讲食果子拜树头，食米饭爱敬猪头哦，也是讲敬餐头，即叫做饮水思源。吼、哦，啊，低温保温。另外吼、哦，佫有一个题目讲，咱去买菜的时阵，量词咱要安怎讲？青菜袂当讲一枝嘛，对不？一枝青菜唔对，一丛青菜嘛唔对啊，一万青菜嘛唔对啊，所以一杯青菜才是对的。啊，你敢知影？高丽菜要安怎算？一粒。一粒，哇，有够巧的啦！啊，佫有咧，番麦咱安怎算？一条。番麦一条番麦会使，但是佫有一个较水的词叫做啥？一穗，捌听过无？哦。咱讲稻穗吼，爱讲一穗，
有够好诶吼！咱今日囡仔表现了有够好诶，唔知阁有啥物问题无？老师，果子是什么？台语咧哪讲？哦，果子哦，果子就是果子啊，水果意思啦。吼、哦，咱拢讲水果，迄就是华语翻过来，吼、哦，迄较无正讲。咱若要讲正讲的台语，爱讲果子。啊，譬如讲水果刀，咱安怎讲？水果刀啊，还是果子刀啊？果子刀啊！哦，你反应足紧的哦。同款的道理啊，你讲迄个戒指、戒指啦，还是讲迄个蜡烛，好、哦，这拢是啥物？拢是无同的迄个声调、迄、那个声韵的讲法。戒指就是讲吼、哦，结成果实哈、哦，叫做戒指。啊，蜡烛咧，蜡烛就是栗子。好、哦，咱有一句台湾俗语讲：骨力食力，啊，饭端就吞烂。骨力的人会当食着蜡烛。好啊，笨蛋的人就只好家己吞家己的嘴烂啦。好，今日咱的台语小见识有够厉害的啦。好，学台语无撇步，学咱的母语无啥物撇步，爱慢慢啊累积。台湾俗语讲得好哦，问问啊好，落久头埋淡。希望咱台语小见识继续努，继续拍拼，继续让你的台语愈讲愈好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哈哈哈哈！安尼老师真正是讲了有够精彩，好来。今仔日的小剑士呢，来挑战魔王神功啦，会使召唤出霹雳英雄。在啊，有，你有期待无？嗯，我感觉到一个强大的力量来啊。嗯，赶紧来看卖，今仔日是召唤出什么霹雳英雄呢？雄鹰不怕劈头风，河马无惧路颠行。行路最难人间事，一朝风尘忽得平。水番麦，搁有一杯硬菜，果子是水果，大家爱加食菜色哦。